这段时间各地公安干警不分白天黑夜坚守在防疫一线，他们的辛苦付出群众们是看在眼里的，更认识到了抗疫一线更需要大家共同面对，一起共克时艰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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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怕刺骨的寒风，不怕路上的荆棘，感谢这一路上坎坷将我磨砺，总有要停的风雨，总有走完的崎岖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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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作为疫情防控中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，人民警察日夜奋战，用行动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，也向所有坚守在抗疫一线的人民警察同志致敬。